在英雄的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民进党已经不见了。现在的民进党讲一句不客气，爱金钱，爱权力，爱自己，好神奇，不可思议。我说我头壳怕高怕破，我也想不懂，一个总统一群立法委员过半，这个时候正好是帮人民谋福利最好的时候，老天爷给这个机会，台湾人民给你这个机会，完全冲，让整个国家一片兴旺，老百姓一片兴旺，整个社会欣欣向荣，哪有这么好的机会？结果这三年半大家过得这么辛苦，我又发现到另外一件事情，民进党执政所有思考是权力，所有的思考不是人民。因此这三年半我们看到了多少贪污腐败，我们看到多少派系纷争，我们看到多少浪费公帑，我们看到多少民进党内部斗争不已，因为他们心中没有人民。曾几何时民进党变了，当卡扎英雄的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民进党已经不见了。现在的民进党讲一句不客气，爱金钱，爱权力，爱自己，他已经不是过去的民进党。你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总统是不是白白胖胖？他们是拿什么？你看我韩国瑜是不是黑黑瘦瘦的？我问到今天，因为他们那为什么我们国民党都黑黑瘦瘦的？绝大多数的媒体全部不监督执政者，监督反对党。我们国家生病了，真的病了。但是我从南部这样的走上来，到处去听，就觉得很神奇，很奇怪的事情。结论，大家结论是什么？越支持民进党的老百姓，越支持民进党的乡亲，日子过得越辛苦。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是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中南部乡亲邓表的民进党老被谁讲他辛苦？怎么你们民进党丁明年基本上修好五瓜了、啊？日子越过越好。大家说，对啊，没喊话，没有为什么搞？韩国如期，你有公真金还是给？大家看一看，对，就算用外形来看好了。你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总统是不是白白胖胖？他们是拿什么？你看我韩国瑜是不是黑黑瘦瘦的？我问到今天，因为他们真的，你看看我们王惠美县长，基本上坐哪里？你再看看桃园市长郑文灿是不是白白胖胖？啊，为什么我们国民党都黑黑瘦瘦的？再看我们台中市长卢秀燕，啊，去就做那么简单嘞，也是瘦瘦小小，每天忙得不得了。好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讲。你看我们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是白白胖胖，一部礼拜三。为什么他们的人都白白胖胖，我们都黑黑瘦瘦？啊，基隆李又昌也是白白胖胖。你看我们新北市侯友宜选上以后黑黑瘦瘦的。各位乡亲，这个话是让我们去思考。我没有意思要批判任何，就是这种，是今天。2019年，每年都是2020年。咱这个，咱台湾头壳还清醒。没有要讲话的话，我就手机录一录。一定要清醒，不然我会。没有一个政党真的会赶不上车啊！一定要支持到底。喂喂。现在台湾，绝大多数的媒体全部不监督执政者，监督反对党，监督一个又黑又老又瘦。脑袋又秃的老头子叫韩国瑜，我们国家生病，真的病，大家要判断。彰化乡亲，我苦口婆心，因为我非常了解，我们已经生病了，我们外交走不出去，我们两岸紧张危险，我们新南向政策推了三年多，一败涂地。我们经济萧条，我们各行各业每一个行业都在害怕未来，我们人才不停的流失，我们下一代改了提纲，
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、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教，我们社会充满了纷扰，台湾真的是美。所以各位彰化乡亲，2020年1月11号，我们自己做主持，为我们自己，为我们的家人，为我们的亲人，为我们的台湾，为我们的下一代，勇敢正确的投出一张选票，好不好？